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你当年最喜欢喝的吧。 秦墨，还叫我秦墨。陈斌，如果你习惯的话，也可以继续叫我秦墨。你恢复记忆了？ 你想起来了？什么时候想起来的？我想起了我的太太叫沈洛，还有我爸。当然还有你了，欧阳。当年你跌下了山坡，这都是我的责任，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你。这么多年了，就没有人找到我？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你跌下山坡以后，我马上下去找你，可是你人就不见了。 后来我，你爸爸张叔叔像疯了一样的找你，可是你感觉好像，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躺在医院里6年了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我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绝对没有骗你的意思，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就是不见了。是你找到我的？ 到底怎么回事？ 你是在怨我没有及时认你，对吧？给我一个能够让我相信的理由。我当时找到你的时候，我特别想跟你相认，可是我发现你失忆了，我真的很担心。我还专门飞到美国去咨询了一些专家，他们告诉我，最好让你慢慢的恢复，你不能受到过多的外部刺激，就好像。 就好像推行一个在梦游中的人，如果把这个人惊醒了，你的脑部会受到很严重的损伤，所以我才把你留在我的身边，给你创造一个比较优越的环境，我来保护你。如果你还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你可以去问那些专家，你听他们怎么说，你就明白了。陈斌，你找我？这图是你P的？啊？怎么了？这么多的问题你没有发现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都是。这也没什么大问题，而且客户特满意，这钱都付了。马上把钱退给人家。还有，所有负责这个项目的人，立马给我滚蛋。陈斌。 你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！行了，就不用再说了，这没得商量，别愣着，赶紧去。OK， 你是老板，听你的。 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是关于你父亲的。你父亲是因为我去世的。当我找到你的时候，我心里真的是高兴极了。我相信你父亲跟我是一样的。 所以我就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你父亲是因为听了找到你的消息，导致心脏病发作去世的。阎郎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是。 这也是我没有跟你及时相认的原因。
行了行了，我知道。哎呀，你要搞清楚队伍在哪里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就这样。石小杰替秦墨说情啊？哎，不是不是，石小杰只是说，秦墨想约你见个面。我不会见他的。 我想来想去吧，觉得石小杰说的也有道理。你说你吧，不是那种不给人机会讲话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让他解释解释呗。那说得好呢，我们就让他继续说；说得不好，直接把他打入冷宫。他解释什么呀？能把事实改变吗？那事实是，他和严朗是父子啊。我不会让严朗认这个爸爸的。宋。 陈斌，回来吧，回去意义来。我相信这也是陈叔叔所希望的。我记得我爸跟我说过，名和利都是过往云烟。最重要的是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当你错过了。 你就这么错过了，欧阳。洛洛的事情你知道什么？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也不清楚。当时我们所有的人注意力都在你这儿，所以。 我爸走了，沈洛也不在。对不起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这些年我真的错过了好多好多。